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全电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全电影，我是全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。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总是有人问电影的名字叫什么，电影名字叫《消失的眼角膜》，开个玩笑。不过今天的电影题材确实不错，就是主角的脑瓜子让我很无奈。电影的名字叫《13号怪异岛》，这座岛是一个怪异之地，早年当局在这里用放人进行实验，后来不知道为何就荒废了。今天医学教授拉里带着六名学生来到这里进行实地考核，也算是他们第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对案发现场。如果能够通过教授的测试，他们就能在 FBI 里面谋得实习的位置。这里除了原有的尸体，还有教授和小岛管理员准备的案例。为了能够监控他们的情况，教授在各个点放置了监控。不过小岛给我的感觉有点阴森，这里已经很多年没人来了。教授之所以选择这里，显然是为了让这里的学生们体验一把真正的高潮。平时小岛是被封锁起来的，这次是为了学生们才打开。我们的男主是一名爱拍照的高个帅哥，女主也是里面个子比较高的那个，两个人似乎是情侣关系。之所以懒得介绍其他人，那是因为他们等一下都会发生甜蜜的事情。至于多甜蜜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六人被教授分成了三组，男主和女主分开了。男主分到的是一个挺帅气的小哥，而女主和另外一个法医妹子在一起。剩下的两个小哥则分在了一组，他们被指派到了不同的地方。男主和帅小哥被分到了小汽车那边，两名小哥被分到了校车这儿，而女主和法医妹子则被分到了河边。他们分别检查不同的尸体，虽然我不懂得法医的日常工作，但肯定好不到哪里去。尸体发出的恶臭足以让人喝一壶了。和男主同组的小哥竟然呕吐了，这让教授对他们的印象大打折扣。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医，呕吐什么的不应该存在。此时在做饭的司机发现自己拿来的三出剂竟然只剩下一支了，而且边上还有黑色的物质，这似乎和之前不小心打翻的罐子里面流出来的东西很像。这种黑色物质还毁了两台对讲机，东西坏了可以接受，可是偷吃鸡就不能接受了。司机大叔去找了教授，和他说了这件事情，还说这个地方似乎邪门的很。据说当时政府在这里做实验死了不少人，但这里应该早就没有活人了。那么鸡是谁偷的呢？肯定不是我偷的。对于司机大叔的言语，教授表示你只要做好分内的事，给他们送食物，其他的不需要你来操心。看到这里，我只能说教授的心真的有点大。司机大叔被教授弄得不开心，更是在小便的时候发现废弃房屋这边竟然有一具女性尸体。不过大叔，你为什么眼睛那么尖，竟然能够看出是女性？正巧自己过来送饭，他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女主他们。女主也是心大，觉得这不可能，但法医妹子还是选择了去查看，更是联系了教授，显然这具尸体不是他们放置的。两人话还没有说完，对讲机就出现了问题。司机大叔似乎看到了尸体开始呼吸，被吓了一跳。当然发现异常的还不止他，那名和男主在一起的帅小哥也是。而可怜的司机大叔在回来的路上发现附近似乎有声响，拔腿就跑，估计是凌波微步没有修炼成功，反而被绊倒了，脑瓜子还砸到了地上，晕了过去。法医妹子回到了那个小房子，发现尸体竟然不见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也在回去的途中，她遭到了袭击。不过妹子，你跑就跑，为什么要往都是荆棘的地方跑去呢？反而被病人咬得半死不活的。所以回去的法医妹子没多久就挂了。女主那是一脸懵逼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回来就变成这样了？另外两名小哥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特别是戴帽子的小哥，比起这个实习机会，似乎命更加重要。好不容易回来的司机大叔说了自己刚才的经历，似乎这里有变异人，但他们对动的人毫无兴趣，不然他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。教授得知后似乎也感觉到了异常，准备出去看看，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监控中已经有变异人冲向了男主所在的车子。好在他们两个不在这里，也因为最初司机大叔不小心打翻了黑色物质，似乎带有腐蚀性，将电源和监控通讯的线缆给弄坏了，教授气得半死。我们可怜的女主和死去的法医妹子在一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咬过，法医妹子竟然变成了丧尸一般。你和一个丧尸在一个房间，那种感觉真的有点酸爽。第二个死的肯定不是我们的女主，而是那名帅小哥。他说我感觉到不对劲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不过你选择的路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，竟然直接遇到了这里的病人。最后可怜的帅小哥死在了病人的口中。男主有点纳闷，同伴去哪里了？所以他回到了基地这边。此时基地这边只剩下教练、司机大叔、男主还有另外两名小哥。因为此时的女主被困在了房间内，法医妹子和帅小哥都变成了丧尸，准备对女主进行攻击。好在女主是一个学霸，知道怎么用化学药剂弄一封炸药出来，最后爬到了屋顶上，至少在这里应该是安全的。男主因为不放心这的女友，所以提着工具一路找来，最后遇到了一起。此时天色已经渐晚了，白天都不安全的怪异岛，晚上更不用说了。好在男主和女主遇到了，还联手干掉了一个变异人。果然主角的待遇就是不一样，那名自食其果的教授被变异人给咬伤了。现在你要是不相信司机大叔的话，那真的要拖出去枪毙100次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伤口处理及时，还是因为没有死，反而没有发生变异。我们
可怜的司机大叔原本躲在房间里面，却因为地上有血迹，将另外一个病人给陷了进去。本来司机大叔做了很多个汽油弹，但打火机不给力，但你也不能直接将瓶子给丢过去。可怜的司机大叔被拖了下去，估计也凶多吉少了。另外两名小哥因为出去找工具逃过了一劫。其实司机大叔并没有直接死去，而是遇到了女主和男主，但现在的他显然也活不成了。男主看到后内心肯定在想，丑逼再见。随后两人躲在了校车内，更是在这里遇到了教授。教授将枪交给了两个人，让他们躲在里面可以培养感情。本片最喜感的就是那两名小哥被变异人追的学会了百米冲刺，好在他们爬上了来时的车子准备离开这里。虽然过程很凶险，但至少车子启动了，女主和男主也听到了喇叭的声音，所以准备出去。不过女主的枪法能不能准一点，本来准备打死变异人的反而打中了男主，真的是够呛，这是无形中增加了难度。但好在两个人赶上了二路汽车，不知道是不是导演觉得其他的演员不够傻，让帽子小哥开车倒来倒去撞这些变异人报复，最后反而害死了另外一名小哥，而车子的引擎还冒烟了，导致几个人的视线不佳，最后翻车了。现在几人只能躲在附近的房子等天亮再离开这里，可惜只要在隔离区内到处都有变异人，外加女主的枪法有点渣渣，差点害死了大家。好在帽子小哥用手上的工具才得以保命。天亮的时候几个人在路边等着教授，当管理员开着车子来到这里的时候被教授给暴打。不过现在离开这里不是正事吗？虽然教授也从管理员口中得知这里曾经做的死亡实验，后来发生了意外，但有什么比逃命更重要的？也因为教授的作死行为让他们失去了离开的机会，管理员也被变异人给咬了，钥匙更是在他的身上，简直坑上有坑。至于他们最后拿到了钥匙没，我也不好说，正常来说几个人应该可以干过这个变异人，设定不错，就是演员们的脑瓜子太坑了，紧张程度倒是还可以，如果能够增加发现类似实验室一类的戏码应该会更好点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